棒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去做一个实验，好，我们来实验一下小龙虾，最近蛮夯的钓小龙虾。我们来深岸小龙虾放下去的时候，他们都往哪边跑？然后我们今天也来试看看，说小龙虾在水里面它钓漂，到底它会不会咬？那我们也试用几个饵来试看看，好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之前我帮去钓回来的小龙虾。这是钓回来的小龙虾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去。好，我们小龙虾现在放下去，现在右边是比较深的地方，左边是比较浅的地方。这是恩恩他们的练功场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发现，小龙虾丢下去的时候，它现在目前它们的移动大部分会靠边边做移动，然后有少数会往前面走。那我们持续来去观察一下它们如何做移动的，来分享一下，让大家知道说在虾场里面小龙虾它们移动的模式跟方式。我现在放下去之后，右下角比较深的位置，右下角比较深的位置其实已经没有了，他们往上面走。所以看起来小龙虾它游走的方式，靠了墙壁之后它们也是会往中间哦，只是说可能停止下来的时候是在旁边摸索。我们用王者天平，我现在用天平。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先用漂，漂一公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看不看得清楚。我们现在用漂，漂一公分。我们现在量好水深，漂就漂一公分。好，大家看到钩子，钩子没有接触到地面上。我们来去试几个饵，看小龙虾它们到底救饵率好不好。那我们先从市面上比较经常看到还有尾巴比较喜欢用的，好不好？猪肉虾、黑猩猩、猪肉饵啦，就是猪肉饵。好，我们先用个一些猪肉饵来试看看。看小龙虾对猪肉饵的状况好不好。我捡几块猪肉饵，大概我们用跟钓虾的模式差不多，大概一个测试的时候我们用大概一块米粒大小，不要用太小。然后还有虾米，虾米，好，猪肉饵跟虾米，我们先试这两，我们在猪肉饵虾米，我们等一下再拿个鱼肠先试这两个，我们来看他们吃哪个饵。那我们现在钩子一样用管腹九号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一边先钩虾米，一边先钩虾米。那我们露出一个尖尖的，一点点。然后另外一边，来，我们来钩猪肉饵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小龙虾对这两个饵的反应会是怎么样。那我们现在用活生生的鱼肠，哇，这个如果它在鱼肠再不咬的话，真的
就代表小龙虾其实就有率应该比较低。来试看看，切几块鱼肠，我们来勾好鱼肠，我们来看看小龙虾到底会不会吃鱼肠。现在放了五分钟，发现鱼肠它们是会过来吃的哦，而且我们要熏它。我们看看这一只有熏它，说拖到底都不脏啊，可以有好吃哇掉哇，其实要把鱼肠对他们来说是来交流，然后再吃它们。有鱼肠可以，我们咬一咬鱼肠，把这个烹饪下去，看看，哦，封住袖，从皮全捞出来，用封住袖看看，啊，哇掉了，所以代表他们的小手现在抓的时候很容易掉，但是他们会追。好，我们来修正一下。在虾场我们掉脱好不好，掉脱我们把它往上拉，好，我们往上拉大概是掉漂一公分，我往上拉四公分，所以我们现在给它掉脱大概三公分左右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熏号会怎么样。来看一下这只扣到哪里，扣它的关节，所以代表有讯号的时候不要往上打，可以先往左边45度角轻轻打一下，让它滑进关节，这样子中虾率比较高。我们再尝试一次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那威爸刚才试了几个方式，其实太脱也不见得好掉，然后漂的话你要等它吃，可能要人比较少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吃。刚才威爸放比较久的话，它稍微试一下，而且要比较腥一点有血的它才会追然后试几次比较好掉的方式，可能要刚好贴一点点，刚好贴地贴一点点，然后龙虾小龙虾经过之后，刚好它的肚子比较软，去勾到，然后你去打，讯号起来其实会比较好一点，那上面就是威爸做的实验，然后分享给大家，只是一个分享而已，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，感谢大家，拜。哎呀，掉了，可恶！勾到吧，拖到水面上。哎呀，终于，这小可爱，终于抓到你。